憨态可掬的麻雀怎么画？首先我们毛笔上调浓淡墨，然后侧锋行笔按压出麻雀的这个身体，然后毛笔上赭石加墨来点画它的头及翅膀。翅膀要注意一点，可以考虑近大远小，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一侧翅膀略宽，远侧的翅膀略窄，然后根据它的站姿不同调整翅膀的长度，最后再拿浓墨点画出它的眼睛及嘴巴，还有尾羽的位置，一只麻雀就画好了。